20多万的购车预算，想要买一个进口的钢炮车型，宝马的二系，值得来看一看。注意啊，今天我们聊的是二系的什么四门轿跑版，它的卖点是什么呢？首先就是一个无边框的车门，好，再就是什么整车进口的身份。那卖的最好的配置版本是 M 运动腰叶套，指导价是298,900。坦诚说，这个指导价肯定没有意义。目前这个车的终端至少是7-8折起谈，有些地方直接给你康昌降个8万块钱，裸车就是20多万出头。哎，它是一个进口车呀。我们看看啊，这个熏黑的大双肾，不知道还以为这是什么 M Power 家族的一个新款，其实就是一个横置四缸的前驱的宝马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 2.0T 的四缸发动机啊，是178匹马力，280牛米。我们说参数这个车好像很一般啊，而且还是7.40升的合力变速箱，好像很肉，但其实原厂0.7秒的加速，这个加速表现并不速，而且它是一个短轴车啊，车长只有4534毫米，轴距是2670毫米。我们说过，国产化的三缸的宝马的一系，我的评价非常之高，尤其是三缸版156匹马力的那个车，开起来并不肉。如果你抄底买的话，当时可以做到15-16万的裸车价格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停产了，国产化的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二系啊，它是一个更短的轴距了，它没有加长轴，而且无边框的车门，个人认为还是挺骚的啊。我们看车身侧面啊，何为和 M 运动套呢？就是它的轮毂的造型非常的彰显运动嘛，我只能说是彰显运动啊。那作为一个前驱平台的车打造的车，它必定不是一个短前悬的设定，但是车身姿态控制的比例非常之协调。那接下来废话少说，我们到车内给大家聊聊配置啊。那作为一台进口的蓝天白云，其实它本身配置并不高，所有的巡航系统都要花钱选装。我们看看啊，定速巡航和自适应巡航究竟花多少钱才能一步到位。来，我们坐到车内啊，如果你是喜欢运动基因的朋友们，这个内饰一定会给你加分很多。首先这个一体式同椅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像宝马的 M2， 它采用的是什么织物和 Alcantara 的拼接，就这块是织物，旁边都是 Alcantara。 如果你买那个低配啊，指导价是27万多的，就是仿皮拼接的，就是那个质感会差很多。所以我说这个车就买 M 运动套，就它跟你的运动属性拉得很满啊，这种黑色和蓝色的走线真的非常是漂亮。并且呢，我们注意看它的中控和目前宝马家族任何一台车都不一样，它很独到。这两块小屏幕啊，通过这一个饰条做了一个很好的区隔，会让你感觉哎，专注于驾驶本身，你会忽略到这块屏幕。这个屏幕配置不低啊，只有一个 CarPlay 的功能，注意啊，只有 CarPlay， 因为它是进口车啊，只有一个倒车影像。那保留了物理的空调按键的一排区域，以及半触控式的机械 iDrive， 还有什么宝马的小鸡腿，这个我真的特别之喜欢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就是要花钱选装，定速巡航又要花2900，那自适应巡航需要花7200。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纠结啊，巡航系统要花钱选装，看到没？这个地方是个小光板，什么都没有，看到吗？没有巡航系统的按键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确实针对国内市场，它可能并不是特别迎合刚需。虽然它没有任何的巡航系统，但是注意看啊，这有两档的座椅记忆的功能，也就是这台车适合什么呢？两人结伴出行啊，交换着跑长途，其实就是单纯的享受驾驶本身给你带来的质感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后排乘坐体验啊，虽然它有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带遮阳帘，但是轴距只有2670毫米，这个车的后排相较于加长轴的宝马一系，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来，我们坐进后排啊，如果你的身高和我差不多，超过1.8米，这个后排就进来就别动了，就老老实实的啊，就像幼儿园接受听讲一样，你只要进入减速带，头肯定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想夏天吹个凉风，冬天吹个暖风，对不起，没有空调出风口，就这个车的后排告诉你，就是来这儿凑合一下，别在这儿一直坐着，影响我和副驾驶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也很客气的告诉你，咱有中央扶手，而且是 Alcantara 的，整个座椅也是这种，哎呀 ，M 运动 Power 家族之中全有的一个运动座椅，还给你保了两个充电器接口。我也没搞明白这后排是干嘛的，反正这个车我想赶紧出去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后排空间的实用性。所以说二系这个车就是彰显独到的感觉，就是我要的是追求驾驶乐趣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宝马，哎呦，又是横置发动机，又是前驱的，又是双离合变速箱，不在乎。但是呢，同时又保留了很好的后排空间实用性以及尾部造型的运动感。来，我们来到车尾啊，这个谈不上尾翼，但是微微翘起这一抹，是不是你感觉哇，这个车的尾部线条非常的敦壮，特别的厚重。然后它采用了一个传统的三厢后备箱的开启的方式，但是这个后备箱真的超级能装，后备箱的装载空间真的不亚于宝马的三系啊，就是它的空间实用性很好，就是两人结伴跑长途非常适合。同时它采用了什么双边单出了一个排气，所以我觉得宝马的二系四门轿跑版这个车很适合什么呢？就是我要追求驾驶乐趣，我要彰显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格调，同时我的购车预算在20多万的时候，我可以和别人不一样。所以当你购车预算来到这个区间的时候，哎，这台进口的无边框车门的四门轿跑值得关注一下。